你请我的下雨小苹果，你说什么？一千万。屁！今天我们晚一点出去收货啊，现在我要帮客户挑选两口蛋面，然后作为过年的时候送给他们的妻子的礼物啊，年货。Hello， 明年明年来吧，明年来吧，行。哎呀，我就不接喽。你们今天怎么一起来了？我嘛，人没有睡了吗？怎么回来呀？我一起来了嘞。啊，那意思有好东西给我看。我嘛，好东西要不要？我嘛，这牛逼！等一下，没有看呢。380是有那么一点点凶，你温柔一点嘛。你应该说等一下。看一下。哎，温柔了。No big glass。哇塞，这个漂亮啊！店主，你看一下看。这种北方的大哥们就特别喜欢这样的颜色啊，它的颜色是非常的均匀的。然后虽然说它的一个色系稍微会偏蓝一点，但真的是有点那种古代的那种古玉的感觉哈、啊，这种色泽还是不错的。行，方泽，一起看。妹妹，这一手也漂亮。妹妹，莎莎。这一手的种水是非常棒的啊。这个种水我喜欢，虽然说它的这个色系的话都是属于稍微蓝色系一点的，但是像这种价位的话应该是比较亲民一点的啊。他们的货品现在饱满度都是非常棒的，小灯泡几个都是完美的。这个种水比这个种水要好一点，它的色的话稍微要比这个要淡一点，但是这种上手的效果真的是非常棒的。哇，老皮冰冰的冰冰多多。Oh my god， 美女你看一下，哦嘛，对，一堆，你看，又大又好。哦，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正阳绿了啊，正阳绿了。嗯，全部都是小灯泡，饱满度都是非常 nice 的，色泽也均匀。这有十颗，是一手料子啊。边边多多的啦，两颗稍微小一点，但是每一颗的尺寸的话，做戒指都已经够了啊。它这种的话是可以镶嵌那种比较精致一点的。啊，这个贵。哎，但这两个搭配起来的话，也可以做耳钉。我这个好吗？哎，对。阿玛丽太漂亮。太漂亮。我阿玛丽这个。阿里的欧玛丽太漂亮。阿玛丽太真的漂亮。这是多少？价格斤斤不劳累。你个，五百一。等一下呗。这个什么？你搞的哪一家的嘛？5×1。啊，你3×1，4×1。排骨的好，好吧？今天别给他排骨来的。你今天来的必须。我嘛，这两个大我喜欢。那是。这两个大我喜欢，就做男戒是非常适合的。那就1500，这两个。脑子积水呀。1600。开玩笑的呀，哎呀。气势不能被他吓倒，是不是？1700。一个大手，多少？1700。买不了，买不了，买不了，真的买不了，真的买不了呀！干嘛呀？大不出这呀！哎呀，我出去呀！我兄弟发过来的。再便宜点嘛，便宜点。便宜我带软了，大手的呀！很多，我给阿妮买了很多。我买了很多呀，很多都买的。在天津啊，在那边买的我很多多呢。1800，转账。转账，非得让人家夹一口，真的是。哎，对，没这样搂你瓜。这十个。一个。嗯。一口夹好不好？一口夹好不好？一口夹。嗯嗯。2×1了。不过亿，你看怎么老你看老夫老说你看。这个他又不是这样。哎呀。多少？1×1。1×1。你请我的下雨小苹果，你个什么？1000万。屁！哎呦，这太乱给呀！怎么呀，这个？哎，今晚有点低了，有点低了。啊，你家有点低了。哎，好好给家，你要买。我好好给的呀，好好数着我呀。漏管没漏。如果知道你好好给呀。1900。再窄一点。1200。漏不来了，管漏不来家了。1300有没有？那现在来。1200。喂。这个。哪个？如果有这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。不对，不对。你说，你口价个？他的一口价我能要吗？8×1。妹妹。80呀呀，80，8×1呀。3800万。对。你说。3800万。可以不可以？3800。不可以吧？5000以下谈一下，5000以上我不要。你喜欢多少？4000。要不要你一口价有不要？4500有不要？不要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。来。慢慢谈。
慢慢他们，你不要急嘛，哎呀，你慢慢来。按、啊、你说，按、啊、你加一口，我就买了。表妹，按、啊、你加。这个，这个，好，我接啊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读书，他要不要读了？来，四千阿伯，六没，四千阿伯，没，四千阿伯，没，差不多了，真的差不多了。我上当了吗？这。